先揉臀部，这样揉很好揉，掌根，然后就身体这样推下去，整个臀部都揉。因为刚刚我们有到做大腿跟小腿，可是臀部是压着的，啊，现在刚好侧躺，臀部就可以把它揉一揉，让它那个气血那个还有循环好一点，啊，所以都要给它揉动，然后就压着，然后往下推就好了。嗯哼，压着，然后往下推下去就好。啊，这边稍微给它揉一揉，这个姿势刚好这边挡住，这边就下去了。嗯哼。然后这个背部的地方哈，用勾的回勾，嗯哼，身体这样子，这边挡住回勾，然后到腰的地方哈，这边会晃对不对？你就换手这边挡住，它就不会晃了。到这边，它上半身会晃比较厉害，有没有？嗯哼。大姐有没有看到？有。我们就晃回来，这边挡住，它就不会晃，有没有？嗯。到臀部那个腰部的时候，腰下半身会晃的比较厉害，我们就要手就要挡住下半身。嗯。然后上半身晃比较厉害，我们就挡住上半身，它就不会那么摇晃。嗯。如果挡这边的话，它这边会这样子晃。嗯。好、哦。那这样来回个两三次。背部肌肉稍微给它揉一揉，到下面大概这边的话，下面会比较多了，我们就换过来。他那个声音好像放屁一样。嗯。怎么会有这样的声音？然后再来就是揉他肩膀，这个肩膀就可以顺势这样揉。它这边弯曲比较大，你这边要多揉一下，就是这个颈背的这个地方的肌肉群。揉完之后，再过来揉它脖子。都是一样，由上这样子拨下去，都很轻松啦，操作是很轻松的。但是要掌握好力道，不用太重，但是多揉几趟，然后稍微柔软，比较柔软的就差不多了。然后就换边。嗯哼。我把它转过来嘛，是不是？对，换边。好。换边就一样就。